好热。真的很吵。忘记带阳伞了啦。那你去那么黑，还带阳伞？我会怕晒啊，这几天天气很好。那你现在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宜兰，跟那个 Ben Davis 的 Terry 哥。为什么你要乱录别人的员工名？他揪我就去了。你真是随和。对啊，就大家开开心心，和乐融融啊！而且吃住费他们会付，不用负责。哎哎哎哎，真的是，就话就撒来我别讲。天气真的好哎，好久没有做自强号。萧志伟一上车又去尿尿，今天要从松山坐到罗东玉，跟 Ben David 的大家一起玩。我好像没有从台北自己搭大众运输去过宜兰。做自强号的话，好像需要。我们现在是11:56搭车，然后1:40会到，所以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。OK， 等一下有风景再拍给你们吧。好了，我现在上厕所了。分享本洞哦。本洞？对。好像不错哦。什么本洞？排骨。我要吃你的排骨的。火车便当哎。自动了，没办法自动。为什么厕所里面要放我的照片？有经过我的同意吗？发现旧的火车没有桌子。对啊，我刚刚搬不出来。好了，你吃吧。在好像有一点点风景的感觉。开始没有房子喽。还记得之前去日本做了一个。火车超可爱的，叫游步院吧，说起带我们去的。车子里面是木头地板，整个是木头造的哦。然后还有卖超好吃的冰淇淋，怀念。阿伟在睡觉。3点钟入住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寄放行李，然后再出去。竟然还有书，哇、啊，这什么 old school 啊？哈利波特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然后它的四周是天，放晴天哎、欸，拍到一个脏东西。我可以把你推到田里吗？好啊，你下去看看啊。你不要一直出来，就要把我杀死好不好？天有田鳖。其实田里面有很多昆虫。池塘的水满了，雨也停了，天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。天天我等着你，等着你捉泥鳅。大哥哥好不好？咱们去捉泥鳅。这首歌曲很变态，妹妹找哥哥去玩泥鳅，硬硬软软的泥鳅。我傻眼，只有你会这么觉得吧？故意穿了什么？哦，荡秋千的。等一下，人家还没入住，你不要这样。至少不要一直在狗又没有呼吸哦。只要带两瓶，只要痛。他就是要讨关注，根本就没有怎么样，然后就一直用他那个呼吸啊。你不要再走路，哥这样走。都要吃包心粉。我们现在来到罗东林场木富裕森林，树叶长在木板上。麦哥，要吃饭了吗？走啊！不要！林场肉羹啊！走啦走啦！林场肉羹呢、啊？这个是米粉，是不是？嘿，米粉啊，这汤。你跟米粉不太一样哎、欸。对啊。比较特别。嗯。跟北部米粉不太一样。真的、哦。Ben Davis 哦。哎。那可爱。我们整家全家不要冲动。乱入家庭。乱入啊！因为我们也是员工，我们也算员工啊。志伟，接下来又在吃炸弹葱。他说他整个胃口大开，我发现在这边也有很像窗花的东西。好，加一点，加一点，谢谢。我喜欢这种 ，school 的，毛玻璃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来吃味觉包心粉圆。我们两个现在脱队跑来吃包心粉圆，刚才走过经过。小嘴就一直吵说要吃，这台北有吗？好像有了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他现在做什么？
吃什么都要拍给教练。对啊，他要抓了饮食。真傻眼呢、欸。这么乱吃。你等一下那四张照片传给我。他难得帮我拍了好看的照片。屁啊，那就很长。我们来到了战车林竹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念啊？是林车战竹。竹基，以前是竹林驿，它这边是森林铁道的终点站，太平山的林场就是运来这边。来，跟着主持人走，我们去吃炸弹葱油饼。哇，一个糊味。上电视了，赶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卡住了，弟弟。你卡到铁轨了啦，你。救命！我们在民宿的后方，这也不错，有个小炉子可以，这应该是 barbecue 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上来的 barbecue。这边都是铁。对啊，而且在烤肉烤一烤，可以夏天里面去游泳。你去坐那荡秋千，我帮你推倒。好想让推到那河里面。你是有暴力狂。哎、欸，这里真的很漂亮，这些民宿的老板真的是蛮用心的。可以这样飞出去。嗨！呜呼！我也要去荡。呜，你来荡。我也要去。小心不要滑。好，小心。帮我拿。好。走。哇！不要学，不要学，不要学习。对。还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把你推很高了。高一点可以吗？我把你推很高了。嗯哼。你们要不要一起来看房间？今天我帮你扶。哎，你要先去看房间。好啊。我们先要去看一下房间。你们总共有几间房间？六间，四间双人，然后两间四人。这个会不会靠？好恐怖的感觉哦、喔，在 party 了。哦，就是浴缸，就是你要在里面鸳鸯戏水，就在那边玩的。好妙、喔。整间都淹水，我怕忘记关，然后整间淹水。你水不要放太满。嗨。这个是蜜月套房。哇。那它淋浴跟厕所，我刚刚是这样讲。有 Villa 感。哦，这个，我们房间的厕所就在我们床头的旁边。Here， 隐私在哪里？我这样音量，隐私，隐私在哪里？隐私，隐私，整间房间都是我厕所，隐私在哪？哎、欸，你这样很好哎、欸，你这样晚上可以睡一睡，然后就上厕所，一言不合就厕所。我跟你讲，我那棒晒固定都奇怪。而且他有提供零食、欸、你要不要吃？都有些那个花瓣花草可以吃。他这边民宿就是会觉得有点那种工业风的感觉。然后他楼层总共有三个楼层，那你看他建筑都是这种有水泥外露这种，蛮舒服，真的很适合一家人来。好，合家欢乐哦！有电吗？有电吗？就看他能不能电啊！我先电你，电他。我是劳碌命的，我来这边我要减肥。现在小孩真的是太可爱了。两个站那么怪，人家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弄完睡觉。肚子饿了吗？很饿哦。大家买食材回来就可以吃饭喽。就火种加喷灯这样就够。你不要在那边排老半天，然后根本没生活。没有，我习惯先把东西排好再整理。你要排一个小时啊？把人生排清楚。会稍微请隔壁的青蛙叫小声，叫一点太大。这是青蛙声音哦。对，我要点火了哦，各位。他本来刚刚在那边一直说，我才不要来弄烤肉的东西，不想弄的都臭臭。结果我就来帮忙，真的有够可爱。你好棒哦！要找很有热情的事，好热情。你真是个好帮手，做一个最难的工作。哎，旁边不是有电风扇？不行，我们要用手。感觉比较厉害。之力，洪荒之力。哎、欸，应该是要你动吧？有，来动起来哦！可以，小胖家，来啊，来啊，动起来！你在干嘛？他是我认识最香的胖子。不要这样闻啦！香哦，你怎么有那种洗澡的味道？没有吗？随时随地都洗澡。喷的香水吧？体温比较高吧？三九，香水比较重。嗯、真的很香。月亮好圆哦！
漂亮哦。我想要看我们跳105度的。哎、欸，要上传到电脑，然后再把它剪成影片，到时候你再请，然后再放到电视上。对，你再请爸爸放给你看。那是几台？几台？我再跟你爸爸讲，然后你就可以看，好吗？嗯。好了，抽抽乐哈！哎、哦欸，这个酒真的很酷哎、欸，蛮大罐哦，这蛮大，太长了，是长的，这是什么？来，我看一下。阿弟说要8号，八号是不是？好，是不是要自己开比较有感觉？不行，我要你帮我开，你的手工做得很好，特别舒服，对，特别舒服。哎、欸，很美、欸哦。那我几号？年轻。他是几？20几趴？大学5.3，不过还好。好渴、哦。慢慢喝。其实我很少喝酒，我是只有特定的重要场合我在喝酒。看看我们的大厨在干嘛？在帮大家先把东西弄热，就要做奶油干贝那个金针菇。你刚刚做的我看一下，哇，我还在冒烟呢。刚刚做的是啤酒虾花枝，看起来超赞。我不想说煮，是我不想煮，好不好？阿伟，我真的觉得你长大很多。对啊，包括觉得他以前都坐在旁边吃啊，看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是皇帝命啊，其实我不太需要动，就有人拿东西吃。那你现在为什么都那么棒？因为我现在太监了。我以你为荣哦。谢谢。Tomorrow。早安啊。我还有个张妈师。你最近拍起来都蛮帅的。谢谢啊，因为我在运动动。好喜欢你。我们两个起床了，我们7:30就起床，自我还等我化妆了，我们才下来。民宿的老板已经帮我们把早餐准备好了，这是水果，哎，这是瓜子吧？对啊，对啊，瓜子肉。嗯，喜欢这个。我要吃这个。吃炒面筋，哎，这个你可以吃啊，豆皮凉拌豆皮。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豆鸡。到底为何可以秋成这样子？早起真的很舒服哎、欸，这里真的好漂亮、啊，好喜欢这里的环境，很清幽，空气很好。刚才那个老板娘问我们要不要开冷气，我们就跟她说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要呼吸这边的新鲜空气。其实不用开冷气就很凉，因为这也没什么空气污染。刚刚这边的大姐跟我们说，这边好像要4、5、6月是最好看的，因为现在是插秧插一阵子，之后会稻都会长起来。嗯，6月的时候会收割。然后她说一定要买宜兰的米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她说宜兰的米稻作是一起稻，嗯，就是她会先翻土嘛，然后养土，然后种稻，大概就是差不多2、3月的时候插秧，到了6月收割以后，通常呢南部就是7月又会再插秧，就是新的一起稻作。可是宜兰因为冬天就要下雨哦，所以那个稻子会烂，所以他们冬天就是种一种另外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，但是在养土用的。嗯，就他们的土是算是很肥沃的土地，他们就只有一年就是种一起稻，所以一定要买宜兰的米吃哦。嗯，那他这个粥是宜兰米？应该是吧。那个是农夫吗？不是，那是刚才手机掉田里面。不是，他是农夫吧？再来看看吧。我今天吃的蛋应该有20颗。我刚才大便。我们这次算是快闪宜兰，我们昨天搭也是差不多12点的火车来宜兰，然后今天也是搭12点的普悠玛回台北。我第一次搭普悠玛，这跟志伟讲说下次要去花莲，请志伟带我去。没有问题，我们来安排花莲之旅吧。然后我们本来要跟Terry哥他们一起去梅花湖骑脚踏车的，但是因为还有一些工作，然后我好像快身体骑的就是累累的，所以还是先提早回去休息跟工作。嗯，对啊，没关系。志伟说我拿 GoPro 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 tempo 一个风格，我是觉得我讲话有点慢，但他说他都会帮我调成快的，所以谢谢他。我会快转大概2%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话会有一点慢。回家咯，拜拜。
那么滑呢？心里在想，话说跑去哪？跑去哪？